大家好，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，现在是台东大木世家的产季，欢迎多多上网选购台东大木世家哦。台湾做了一年多的疫情模范生，让我们在这波疫情中都受到了影响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一个难关，重新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，台东加油，台湾加油。